觉得我若摸你胸部的话，你会觉得会破坏你的形象吗？那你会不会很希望我摸你？为什么？你们其他题目可以不摸？我们节目就是轻松，不然是要聊什么啦？你的题目为什么聊起来都在我身上？你就把我当成是小妹妹，然后就是跟长辈聊天呢、啊？长辈，你觉得好不好吃？可可。我上一段节目接到我半条命都没有了，哪有那么严重的、啊、来来来。